家好，欢迎收看喵娱乐。本期来看看有什么精彩内容吧。4月14日，民歌中国发布了肖战亲自为栏目撰写的长文，为他的新歌《红梅赞》站台，并在网曝这么久之后首次公开表露个人心声。从2月27号开始，肖战遭受了长达四五十天的网络暴力，被持续不断的恶意抵制、造谣、抨击和举报，并且还在遭受着。粉丝和广大善良路人忍不住担心他会经受不住这种非难。从他的文章来看，肖战一点都没有消沉，反而充满了坚强和倔强。文章从简单的生活小事入手，娓娓道来艺人肖战对于家乡重庆的深厚感情。生于斯，长于斯，他身上承袭了重庆人的倔强，这种不断攀登、逆势而上的顽强和面对困难不断前进的精神，语言简朴隽永，充满生活气息，感人至深。这世界上有一种感动，不是因为雪中送炭的恩情，不是因为舍生入死的救赎，也不是因为轰轰烈烈的付出，仅仅来自普通的生活中的坚韧。这种以温柔为底色的硬核钢，我们每一个人在这漫长的一生中最应该具备的品质之一就是坚韧。这个词包含了两层意思，坚强和柔韧。坚强意味着打碎牙齿和血吞得很绝，却满满裹着不对自己关爱的人透露半分的温柔，是魏无羡被打断经脉推下乱葬岗后从死人堆里活下来的铮铮铁骨，更是生剖金丹饱受阴虎符折磨却始终不向他人吐露半分委屈的暖暖柔情。狠心难得，温柔不易，当生活报我以痛的时候，有多少人能回报以歌？肖战做到了。这么久的黑暗时期，他从未流露出一分可怜，因为他从来都希望不让爱他的人担心，从来都要以重庆人的倔强把艰难苦恨踩在脚底。再见的时候我会更挺拔，他早就如是说，也如此做了。整篇文章如同红梅赞，这首歌的曲调婉转优美，透过歌词仿佛能看到英烈们当年虽然身陷牢狱，但依然保持着坚韧不拔、熠熠生辉的品格，所以它让我感动。坚韧的另一层意思是柔韧，是水利万物顺势而行的智慧，是经得起挫折磨砺、永远砥砺前行的强大，是夷陵老祖再次面对群雄攻坚先逃再说的灵动，也是饱经折磨依旧不改侠义本色的烂漫天性的优秀。跌宕起伏才是生活的本色，如何过好一场人生，如何打怪前行、弄潮而上，是每一个人必须面对的课题。所以每一次破茧重生才那么让人感动，因为看着它就能在心底生出力量。肖战的文中让我们看到了这种藏在文字背后的强大与温柔，他可以，我也要坚强，所以他让我心疼。生活吻我以痛，我却报之以歌，把那些难熬的苦痛摧残调成静音模式，不问来路艰难险阻，只一心朝光明奔赴，只记得奶奶怀里温热。虽然前路有无数的明枪暗箭等着我，我只看到眼前软弱春水的红尘烟火，有爱，有笑，有诗歌。